们是哪个哦？显而易，你们是哪个队伍的粉丝啊 ？RNG 的粉丝。你们看 RNG 的比赛多久了？有一两年了，两三年了。你们最喜欢 RNG 的哪位选手啊？我比较喜欢狗屎组合。我是最喜欢香锅的，虽然他已经退役了，但是现在会支持 RNG 的所有组员。你不在，我在这里。那你们是在这边读书还是专门来看比赛的？专门飞过来看比赛。你们从哪里飞过来的？我是从立陶宛飞过来的。哇，这么真爱啊。就是之前看过就 LPL 的比赛吗？现场去过北京的。对。那你觉得这次在柏林看世界赛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？就是一种大家的热情吧，就是那种气氛能够让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加油。现在最后因为那个 RNG 比赛也快开始了，有没有什么就是给 RNG 加加油，给你们喜欢的选手加加油，对着镜头说一下。RNG 加油！